我的，我的，给我拿来。妈妈妈妈，爸爸不给我吃摇滚凳。什么？爸爸不给你吃摇滚凳？啊，还给我宝贝。这是我的摇滚凳。什么是你的？那是小孩吃的。大人就可以吃。不可以，还给我宝贝。哎，对了，宝贝，啊，什么叫摇滚凳啊？摇滚凳是不是又能摇又能滚又能动啊？当然了。妈呀，吃它又能摇又能滚又能动？怎么打呀？你都打不开，你还是正在抢吃呢。能打开吗，宝贝？打开了。妈，打开了。妈妈看看这什么叫摇滚凳。我都没吃过摇滚凳，我先尝尝。这啥呀？这是啥呀？就是果冻吗？这不是啊，就是果冻啊。我还有面粉，面给这面粉搞里头。啥叫面粉呢？把那袋妈妈看看来，啥叫面粉呢？那个袋妈妈看看来。啊，面粉道理啊？还有啥？还有把啥道理啊？果冻搞里面。嗯。啊，这个就像那个摇滚冻里边那个像奶粉似的，是不是？对。到底几个了，宝贝啊？一个。我看看到底是怎么摇、怎么滚、怎么动的。再放了一个吧。再放了一个吧。这小叉子啊，这个叉子，你别动！我看怎么摇、怎么滚、怎么动啊？看看，给它盖上。啊，盖上。还得盖上，怎么摇、怎么滚、怎么动啊？咋摇啊？这不像吗？啊，这么摇！妈，这就叫摇滚动啊！动哎呦我的天哪！我还以为你吃了它，你站的又摇又滚又动呢。你看啊，然后你吃一个，我看看。哪有叉子？哪有叉子？来，我看看。哎呀哎呀哎呀！哎呀妈呀！啊，一摇一滚一动，哎，然后就蘸上那个，那就你说那个面粉、奶粉了呗。这么多呢，好吃啊！爸爸吃一个，给你爸吃一个，让他尝尝吧，老公。摇滚动，这么盖啊，哥你，这盖上，我摇一下，我滚一下吧，我滚。这么摇，滚，摇，滚，动，动。这就完了，就是动了吧，是吧？你开吃了呗？开吃，这就叫摇滚动吧？妈，哎妈呀，你这没吃，你爸真不行，这是没吃过。哎，你我吃吗？你怎么抢上了呢？宝贝，给你爸吃一个。我喂你。啊，你喂我爸。看我宝贝好不好使？你看我宝贝一下就插上了，你看你爸真完蛋。哎呀，咋样啊？嗯，就是果冻。蘸点这里边是什么面粉呢？这啥玩意儿？像奶粉似的呀，好不好吃就完了，好不吃吗？好不好吃？还行吧，不咋好吃。不咋好吃，宝贝，你喜欢吃吗？喜欢，就这样吃。哎，对你喜不喜欢吃呢？无所谓，只要是我宝贝喜欢吃就完了呗，对不对，宝贝？班长，再摇吧，再滚吧。哎呦我的天，这就叫摇滚动吗？滚。摇滚动，鞋名起的叫摇滚动。是啊，又摇又滚的。哎呦我的天，摇吧。哎呀妈呀。摇滚动，开吃！好了，哎，这现在这吃的哈，这新花样。你就是果冻，搁点那个奶粉，就叫摇滚动。哎呀，加不上来，加上来了，都稀碎。哎呀妈，稀碎了！看你，看你爸好不好使？来，妈，摇滚动。哎呀，吃完了人都能晃悠啊，吃完了人也这么。抽，你这叫抽风。行了行了，又迷糊了，快吃吧，吃吧，快吃。